今天晚上谢谢你，还带我来看星星。哇！我想去你的车顶上看，不知道你这个好车能不能经过。这样不太安全。 不太安全，你跟我摔跤了，正好不用去明天的开会。这么不想去提案？因为我是个赠品，明天要去客户的公司提案。 他们都已经安排好了，我明天去呢，就是当一个小丑。所以你觉得这样，我还会想去吗？我不会让你做小丑的，相信我。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可以把你的投标想法跟我分享一下。好呀，不过跟你说了，也改变不了什么吧。